作为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一项重要举措，中国和东盟国家正在推动制定南海行为准则。目前准则磋商进展顺利，已经完成了案文的二读，启动了三读。各方还通过了加快达成准则的指导方针。南海问题十分复杂，还面临外部干扰。我们希望东盟国家同中方一道，朝着既定目标加快磋商进程，早日达成准则。在南海问题上，中方的立场是一贯，也是非常明确的。我们致力于同有关当事国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分歧，愿意同东盟国家共同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。同时，中方也将坚定地捍卫自己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。域外国家，我想，南海有关的矛盾或者是分歧是中国和有关当事国之间的事情，任何第三方是无权介入的。